幺洞幺，我是特二，三号机枪副手，腹部受伤，请求支援。包扎后送医务室。你就站在那里，就我送你。那你们。我们的远洋护航官兵远离祖国大陆，医疗条件有限，这条系统最大的特点就是实时、准确、快速。当官兵遇到紧急情况时，它能够将官兵的生命体征数据实时的传回医院的监控中心，最大程度的提高官兵的救治成功率。还要走，现在那个。